好，我是徐姐。这个今早上挖了一点菜地，然后这个是蒜米，还有菜秧。这里挖了三项，现在把它撒下去。这里种了那个葱，这边是有的葱，四季豆。啊，不是。这里有种那个蒜米，这个是蒜米，还有这个是，哎呀，露出来，是隔壁嫂子给的。这个是那个甜芥菜，撒一点在这个葱里面，到时候菜秧可以吃，葱也长出来了。一举两得。这个蒜米剥下来，蒜米可以种一点，到时候直接拔来吃就可以了。然后上面再盖一层那个牛粪在上面。这里还买了一些凤梨萝卜，不知道做出来是什么颜色。再看一下，紫玉油菜，养生的，紫色的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菜，还有就是莴笋，红色莴笋，买的好一样。现在已经发成这样子，再去砍几根竹子来。这百香果已经开了好多花了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都是，全部都是花了。现在这个瓜盆已经搭好了，搭了几根混的，然后上面就用这个碗兜碗起来就可以了。很快就会有百香果吃了，这里有两个花苞，这边的好多花。这里有一个，那边也有一个，好多个了。现在瓜盆已经搭好了，那个母牛那个胎盘还没有掉下来，阿平去买药跟他打针，不然已经两天了，再不打针的话会发炎的。
小牛仔的面睡得很香啊，自己可以吃奶了。刚刚把那个瓜盆给搭起来，给那个百香果攀上去，这样子就有百香果吃了。这个是亲密酒哈，先吃一个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煮米饭。阿平去街上买药，买那个消炎药，给牛打针的，还没回来。这果肉都是饱满的，很甜。一口气吃了三个，太好吃了，吃了都停不下来。